用啦，不会漏掉的。中心市场那边也是啊，后面也是卖鱼的啊，然后街角十字路口也卖鱼的，再过去是切丝木鱼肚的，在方圆十公尺之内就有三摊卖鱼的。银婷，你要全部都要、喔？你全部带下去十二只，剩十只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剩十只，十只你全部都要吗？你十只全部都要，那我帮你包起来喽。哎、欸，带下去包起来不啊？哇，嗯，来不及，一共全部都要。你来哦、喔，来不及，分析价呀，分析价啊，不要跟老细讲，分析价呀，我改不起来，哎呦，够不够？那全帮你包了、喔、啊，你再看陈先生，呼一下，用我来陪完啦，你愿意拿去我老邓家，我来陪你来。我来，我今麦来一瓶老留言喝。这也是包起来的吗？对，这包起来，等一下来拿。两包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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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哦，要求。这个换就是换个东西用的呀，我还没闻呐。你哪样咬的？哎，咬，那会咬的，会咬你，不会咬我，不会买走的。毛豆无，毛豆你摆来呀，摆那个毛豆呀，哎，你摆那个毛豆呀。阿姑在哪呀？好啊，请请请请。请了。我讲哦，先到家庭店啊。我是冻风的，对啊，我只要多坐一张椅子来玩。哦，小姐你等你哦，我从来是小姐吃，只要吃不饱。十只多少钱？哎，鱼我已经卖完了哦，大闸蟹已经没了。那大闸蟹已经卖完了，谢谢哦。养我了，还不？
哎、欸，很晚了，哎、欸，家己边仔家己当台鱼啊？啊，不对啊，啊，无错，台鱼也都多啊。当时咧两大，边仔两大，进前三大咧。韩先生早。包呢？好几碗哦。好几碗哦。五包哦。五包俩。我买五包。好几碗五包，你唔知哦？好几碗来，你刷牌，上几多？啊，上几多？好几碗来，这样吗？小姐你好，市长你好，对啊，他上来上班，之前来休息。不一定会啊。我是公斤的呢。你要多少买？一买两公斤的吗？那个鱼，安条，安条卖完了，我卖了，在那边有两只那个安，那叫安条呢，刚才有两个人来拿了。那我要那个尾鱼塘，我买那个100块。好，尾鱼塘现在卖200。对，你们都是200。嗯，本来就是说200。尾鱼塘200。你去哪里去啊？这么便宜，怎么看不到啊？来不及，那我买那个大闸蟹，我也要全包。来不及，就总裁啊，总裁，总裁，总裁，看，我知道，看到顶有地方。所以那个，如果像安平大闸蟹来，都是这样。那把它安哪里？没包。哦，没时间去逛市场，就是隔壁。哦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对，我住隔壁而已。哦。那可以了啦。要买那么多？嗯，对。对，那为什么要买200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这蛮贵的，真的。那个游览车这样子可能要4-5百。这个很贵，游览车一小袋啊，装我一趟100块。未来无摊，你怎么不订啊？我订的呀，我订的，来呀，我出来看，我订的。看，伊看到真的，你望伊腰子，你望伊腰子是真的哦。哈哈哈！我讲你上歹讲的哦。哈哈哈！我讲你介绍伊啊，你怎么你？怎么你干？你袂干哦？
最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北市区市中心市区不会有卖，不会有韩鱼的，然后都是比较偏的地方才会有韩鱼的，就像台中一样，台中市区正市区其实也不适合韩鱼。你现在几箱啊？三箱啊，这箱后边两箱出来。几箱五百？几箱五百？出来，你又去看，你抢我起来啊！你无敢抢袂赢啊！我已经抢，我已经抢过，啊，即马无想要抢。抢就够麻烦了哦，然后不回报。鱼面面糕。十瓣一箱五百，耶！十瓣一箱五百，竹东我不知道哎，竹东要再看，要由他最后由他做最后决定，竹东现在还不知道，他有说不摆了吗？冻塞，不知道呀。胡董事长，好谁呀？胡。你应该知影最近，这都惊上良心啦，遐个死惊尔，哦，军人拢就该钱出来，军人拢上少八惊，吓啊，死惊好个代，死惊就只会只两下袂啊，两下硬啊，你讲讲你这张无要卖，你讲讲，你讲讲你这张无要卖啊，无。无啊，刚刚人安尼讲，竹东有啊，礼拜天啊，竹东，那有卖啊？那卖啥？竹东啊，礼拜天有啊，哪里没有卖？竹东那无，这单我可能买袂，安怎买？这单买厝尔，买袂。对吼，伊在看厝安尼拜托的。看厝的，佫来买袂。伊一个附近已经看一间啊咯，要当大楼安尼。哪个要找一个？哈哈哈！哈哈！你买去等买厝，怎么等买袂？
多家。呀。我那边加点贵千的啦。好。一千啊，对不对？百五吧。400真正伊才袂失败。变巧咯啦，我袂。伊着四百。人家伊着四百真正啊。我廿三九袂四百，算是好几块钱袂安怎？真正我买礼拜咧，阿买伊礼拜多啊。二峰。无迄个，我放花吼，无头只迄袂袂啥意思。下花底啊，就是讲这四万。哎，要我正常啊，放花啦，四百算扣着个啦，哎呀，哎呀，做这个。不用害怕他跌倒啊！你说刚才那个站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你就跌一包了。跟你们讲，我昨天买台积电，我也有点害怕。哎呦！啊，买的原因只有一个。不了。现在昨天那个叫，前天那个叫崩溃。啊！我喜欢在崩溃的时候买股票。买啦！我喜欢在崩溃的时候买股票，所以。我忍八个月。几倍啊？哎，这几倍了。然后会不会赚钱？我不知道。股票就这样子，买了不一定会赚钱。那是会带行情的啦，买一百就两百，买两百啊。你咩会准的？那是准的啦，但我的米有。啊，我准，我唔爱讲你个啦。嘿，政府的房啊，叫佮袂准，拢叫你房的。政府房啊，我准的，你看你个，我准你拢送的。一百十年，四十，拢差不多上最巴个四十五条，啊，巴四十包。一千兆。我两千条，我唔该你送。我唔爱多开你送，我怎安？我现在的娱乐就是我。啊，你无海苔啊？有啊，姐啊。之前健身，最近比较没有健身，因为真的太忙，要调整一下才有办法健身。所以娱乐就是手机拿起来，唱歌上传，唱歌上传。因为我去听别人唱歌，我觉得啊，他唱这样都敢上传了，我有什么敢不好不敢上传的？跟启勋长。我很早。新祝早安。我知道，我也想要运动，可是我觉得秋天到了，然后事情多了，然后就气死了。因为好懒，但是还是要去。今天应该会去吧。怡君早，有没运动跟有运动真的精神差很多。你甩绳啊，甩够啊。